主要从事电源管理 IC 设计的致新科技，以专业的设计能力、高品质服务及卓越的产品品质，提供国内外厂商类比 IC 解决方案。以和、创、经、实的文化构成，奠定致新科技的根基。科技的竞争优势来自于公司上下对正直与诚信的坚持，因着这两个坚持，我们可以确实满足客户对我们的品质与性能的要求，而且可以维持致新科技一贯的竞争优势。致新科技的产品广泛应用在3C 电子资讯领域上，除拥有低耗能、高效率、高度整合及产品生命周期长等特性之外，并契合未来的市场趋势，充分应用在可稀释之产品中。新科技客户群遍及亚洲、欧洲、美洲各地，主要客户为华宇、华硕、BenQ、金鹰、大众、英业达、Lidl、MyTech、广达和Wistron等。致新科技不仅提供客户高技术门槛的产品，更与客户技术合作，共同研发出适宜产品。我即将完成我的设计，我很轻松的工作，很轻松的生活。重视和顾客的关系，并以替顾客创造附加价值为主要任务，提供顾客满意的服务，建立紧密的顾客关系，以巩固市场。
筑新科技是一家年轻研发导向的公司，仍是我们最有价值的资产。我的主轴是提供舒适的工作环境，让同仁们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，创造出高附加价值与有竞争优势的产品。我们的晶圆代工、封装测试等协力厂商都在台湾，同时主力客户也是台湾厂商。我们 IC 设计厂略是根由台湾，而采用我们 IC 生产的 N product， 做事遍布全球。筑新将以深耕台湾为基础，配合台湾高度成长的 IT 产业，积极扩大通信、资讯领域的产品群，吸取筑基在最短期间内成为类比 IC 设计产业中最闪亮的明星。筑新科技未来将朝更专业的领域迈进，秉持着诚信、服务、创新、共享的理念，为提供客户最具价值的方案，为客户创造竞争优势。同时在全体员工努力之下，期望能成为全球 PWMIC 主要供应商， IC 设计产业的佼佼者。IC 设计产业专家，筑新科技。